通知各位移民出来要注意安全、哦、有什么情报随时回报。我是第二门靠你啊！哦，你滚开、欸！叫海巡赶快把那个他们一出海的密录器都有啊，马上公布画面就 OK 了啊！一翻两瞪眼，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明快处理？这对渔民的话，将来影响他们报复性很强了。